大家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小朋友是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呢，是跟我们的小朋友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或者是非常恐怖的仿真的这个硅胶小花蛇，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想用到我们的 Silkly， 也是我们超级丝滑的一个丝绒粘土，去给我们的小花蛇做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外套，希望能够喜欢。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加上赞，或者是可以给我们的频道一个订阅，订阅了之后，我们每周最新推出来的大概是40个到50个的视频，你就会有一些新的消息提醒和一个推送，然后每周呢都能看到我们最新推出来的视频啦。现在呢，我们是把我们整只小蛇都已经包上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这种丝绒粘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花蛇呢是基本上全都是一个这种丝绒粘土的一个颜色，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呢是要比原来的颜色是更好看的一些，然后这颜色我觉得更萌了一点。我们要把它放在这边放置大概是几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再继续跟它去进行一个玩，然后或者是把它放在手里面进行玩耍，因为它现在呢是要去定型，然后如果它在定型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弄碎啊或者是弄掉的话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所以的话呢，你要把它放在这种圆形，然后是放在这个形状，然后让它进行一个定型，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它进行一个这个过家家或者是半家家酒的一个游戏，希望能够喜欢咯。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或者是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加上赞，想看到其他的视频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视频的下方可以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个愿望，我们会根据你的愿望再来做下期的视频，千万不要忘了留言哦。那就祝大家能够看得开心，玩得愉快，拜拜。